就舉辦了由會員評審決定獎項的金帆音樂獎，公眾沒有參與，傳媒都沒有播出，於是乎就算有頒獎，對本地樂壇的影響力亦都偏低。樂隊 Solar 在2005年開始就兩度獲選最佳組合演繹，可惜無助於音樂事業，之後十年亦都只是出過四首的派台歌。第二，增加公信力，維持頒獎禮地位。流行音樂頒獎禮要獲得公眾支持，結果就需要令人信服，有樂迷投票產生獎項，體現民主精神，比由其他人決定結果更加可以令最多人接受。主唱相逢何必曾相識的蔣志光，為二生長唱詩手的通力，無大公司支持，只是憑歌曲受歡迎獲選我最喜愛歌曲，不論出身利益，令頒獎禮更令人信服。流行音樂很難有客觀的審美標準，專業評審的投票方向可以根據個人喜好甚至商業考慮偏離專業原意。台灣樂評人葉文平表示，金曲獎評審背景落差大，例如有人在大學教音樂，有些人就參加社會運動，評審的差異就會大，準則不透明，評審團不公開，公眾難免會懷疑結果以利益而不是質素先行，然後捨棄頒獎禮。美國格林美獎多年來由不公開的投票委員會主導結果未受批評，四奪格林美獎的歌手魏恆亦都表示不滿，黑箱作業決定繼續杯葛。格林美獎的收視年年下跌，由1980年代的5000萬人跌到去今年的1200萬人，逐漸喪失了地位。最後想問友方同學一句，流行音樂頒獎禮反映的公眾價值是否應該要大於藝術價值呢？多謝各位。
例如2018年專注影視事業嘅古天樂，因為有部分樂迷貪得意想聽佢開金口唱歌，於是就喺叱咤我最喜愛男歌手獎中集氣投票俾佢。結果你唔係專注音樂嘅古天樂，竟然成功跑贏陳奕迅、張敬軒等專業歌手，無法認真評核並表揚有質素嘅作品，難以做到鼓勵嘅目的。相反，以專業評審為主，能以專業嘅標準，例如曲風、詞嘅意思、歌手辨識度等評核，以表揚高質素嘅音樂。所以就連台灣資深音樂工作者馬世芬都指出，眾多台灣金曲獎嘅得獎歌手一致認為，台灣金曲獎以專業評審為主，唔受市場熱度影響，所以係華語樂壇中最具公信力嘅頒獎禮，從而鼓勵創作更多高質素嘅作品，提升樂壇質素。反問友方，若然以樂迷為主更好，咁現時台灣嘅金曲獎、美國嘅格蘭美獎、英國嘅全英音樂獎，通通都係以專業評審為主，係咪全部都做錯曬？又有邊一個獎係頒錯咗嘅咧？麻煩友方直接回應，多謝各位。其實我都係處於邊個環節嘅時候，點解咧？即係正如你翻點解個數據上係格林美獎會比全美音樂獎更高？唔係，有冇同學？其實我都係處於邊個環節？應該嚟講，作為格林美獎嘅收視率已經係存在一下，等陣先，存在緊下跌，因為有好多其他因素影響。
到，唔緊要，我哋再睇下一點，可以關注到咧，究竟同係你工友同埋選出咧冇直接關係。好再問你啦，如果你要提升關注度，我都唔明白啦，點解一定要圍住，唔可以係設立小部分嘅惡法選出獎項就做得到咧？有個同學，咁我哋而家見到就係因為惡迷為主，我哋先可以選出。係啊，有惡迷唔需要為主㗎。而家見到叱咤同樣都有我最受歡迎嘅獎項，其實小部分嘅惡迷選出獎項同樣提高到關注度嘅十幾間同學。係啊，所以見到就係關注度咧，唔需要惡迷為主，同樣可以提高得到咯。更何況咧，有方今日好強調話要增加到公信力，我方見到咧，原來一台灣金獎咧，同樣都係。以專業評審為主，但係原來訪問咗咁多嘅得獎者，佢哋都覺得係最有認受性嘅獎項嘅時候，點解你會覺得冇公眾投票就等於冇認受性？有同學講起台灣金曲獎，其實我哋今日見到最新一屆嘅最佳國語歌手咧，男歌手崔健係成名於80年代，請問佢隔咗三？我方唔明白啦，佢咁樣得獎有啲咩嘅問題先？你直接答翻我嘅就係、是，原來台灣歌手自己話呢個獎係最有認受性嘅華語獎項嘅時候，點解你會覺得反而有公眾投票冇？先可以提升大
眾對樂壇的關注度，咁電影的奧斯卡獎其實同樣都是由專業評審為主，是不是奧斯卡獎都公然削弱了大眾對電影業的關注度呢？其次，大眾對樂壇的關注度高低其實同是不是有樂迷參與、有樂迷為主無關的。正如2022年同為美國三大音樂獎之一的格林尼獎，以樂迷為主，收視量反而比相若規模但以專業評審為主的樂迷為主的全美音樂獎高四倍。可見今日大眾對樂壇關注度高低同是不是樂壇為主無關。再者，你要提升大眾對樂壇的關注度，其實你不可能少數的獎項比例如最受歡迎的獎比樂迷少出，以專業評審為主同樣足夠。所以呢點公平問了你啦，咁樣都回應不到。真心因為你以樂迷為主，最尾結果是怎樣？一些財雄勢大的唱片公司參與的音樂人可以做好他們行銷策略，更加容易去獲獎，但一些無財雄勢大的唱片公司參與的音樂人無人問津。所以到最尾，究竟你是提升大眾對整體樂壇的關注度，定是部分已經出了名或者是局部歌手的關注度呢？於是有歌手跟我說，不是，公眾都會投小眾歌手的，但今天你缺乏比較，有些無可否認，有些公眾會投一些小眾歌手，但他們同樣都會看其他因素。正如現在見到古天樂當初2018年說了即刻我最喜愛男歌手，原來當時的樂迷是因為說想貪新鮮，想聽他開音後才投票，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音樂專業性。相反，專業的評審他們不會看一些一些流量，反而是更加專業地去評審，為什麼是更好呢？所以這點有方都說不過去，之前有方只有可以跟我，但現在專業評審可能會有些黑箱操作，所以無公信力。但首先我照你的邏輯，會有一些黑箱操作的時候問了你，現在美國全球最受有公信力的美國格林尼獎是不是通通都有偏頗呢？其實有方答不出，他只是跟我們說比較，跟香港的樂壇比較不到。但其實我方今天現在比較的是由全美音樂獎同樣規模的格林尼獎和全美音樂獎他們的流量，所以反而更加多人在美國的格林尼獎的時候真正反映到專業評審底下才是更有公信力。更何況現在見到台灣，原來都有一些監管制度去避免到偏頗的，例如參考台灣金曲獎的評審機制，你可以禁止入圍歌手所屬的唱片公司成員去擔任評審，同時亦都可以要求頒獎之後公開一個評審的內容，或者可以令到大眾一起去監察，足以避免你所講的偏頗情況。所以為什麼公信力做不到呢？所以我最後多謝各位。第一個 hip hop 攞嘅流行獎都係啱出道冇耐就攞到嘅時候，咁
力正正見到原來今日歌曲喺頒去投呢個獎嘅時候，佢淨係都會見到啲小眾或者未入流嘅歌手，並且會投票佢係，並且最後都會攞到獎嘅時候，所以有冇有冇今日話觀眾會留意到小眾係點樣睇得到咧？啊，再睇啦。有關就話今日咧頒入獎俾古天樂，你頒入獎俾即係呢啲人咧係未即係等於係佢展示到佢嘅實力啦。但我哋見到就係、是、原來一個成功嘅樂壇咧，就係要代表到當代嘅潮流。咁如果而家 Mirror 有潮流嘅時候，咁頒俾 Mirror 係咪真係有問題咧？因為我哋攞到嘅係我最喜愛嘅獎項啦。我哋見到就係原來拉闊成個叱咤樂壇嘅時候，佢頒咗獎30比例，原來大部分嘅獎項都係陳奕迅啊，或者係將來有呢啲人員去攞到嘅時候，咁所以有歌手話呢啲陳奕迅主導嘅問題係咪真係咁大咧？同埋另外就係陳奕迅都取代四人之王，張智霖都取代 Twins 嘅時候，鄭伊健都取代楊千嬅，原來個樂壇一路都係咁樣運行，所以根本唔需要執著任何一兩屆係邊個贏呢個獎，反而應該講最新嘅好睇，成個叱咤嘅影響力啊。所以講到最尾咧，其實有方咧都講唔到嗰個質素問題，因為我哋見到咧，原來2012年反歌教代表歌曲咧。連線無知都係可以被投選成為我最喜愛公嘅歌曲啦，所以證明到都係讓觀眾所選出嚟都可以係質素，都可以代表到社會上有咩問題咧？多謝大家。好，打開電話嘅第二時間係3:04，好，跟住我都要講翻。
嘅時候，佢哋有冇邊個獎係冇方向，就邊個獎花錯咗咧？啱先有翻你嘅答案問題先，究竟係任呢個係需唔需要提問？有翻點解專業評審做唔到先？係啊，所以係啦，有方法咧，原來要睇個人經歷先嘛，個人經歷唔係客觀咯。咁係咪任呢個客觀標準喺邊度？專業評審同任呢有共鳴咁前場講錯咗，講咗啦。你直接答翻我嘅就係、是、全音樂獎完全係由專業評審選出邊一個獎花錯咗，邊一個獎冇公信力。原來咧，因為有同學嘅講法咧，原來評審咧都係要睇個人經歷，都係涉及唔同主觀標準嘅，有咁乜有咯？你今日客觀標準究竟係邊度嚟？既考慮客觀技巧，亦都考慮主觀，兩樣兼顧到，所以你有乜反對唔到嘅就係，原來全英音樂獎完全由專業評審選出，佢講唔出邊一個獎係花錯咗嘅時候，我都唔明白點解會提升到，點解會專業評審咧就冇公信力啦？好，而家見到嘅就係、是、原來台灣嘅學者自己都同我哋講話，喺台灣金獎咧喺專業評審底下，完全咧係由一個華語學區入面最有公信力嘅一個得頒獎禮嘅時候，有呢個説法係點嘅？我哋仲要考慮客觀嘛，而你嘅公眾評審係考慮唔到客觀嘛，所以我哋唔好再諗主觀定客觀先。你直接答翻我嘅就係、是、台灣資深音樂工作者馬世光指出，原來全眾多嘅金曲獎得獎歌手咧，一直都認為台灣金曲獎以專業評審為主，仍然係華語樂壇面最具公信力嘅頒獎禮嘅時候，你所謂專業評審就等同於冇公信力，呢個係點樣得嚟嘅？唔係啊，有翻你今日咧，你要同我講話金曲獎有公信力，唔係同我講話某一個人冇話有公信力啊嘛。你講究竟佢今日點搞公信力啊嘛？今日見到原來咧，啱啱喺盤問同埋一盤嗰陣時講過啦，原來一個歌手喺82個城到而家都先去攞金，然後有一個女歌手蔡健雅96年出道，而家先攞緊世界歌后。咁請問有幫你今日嘅頒獎禮引領緊啲咩潮流？所以有幫反對唔到嘅就係原來就算係有專業評審為主，依然都有公信力。而我幫嘅説法咧，原係講緊咗眾多歌手嘅時候，有幫都反對唔到。好，再問你，你不如同我哋講話咧？而家咧見到，如果冇公眾評審咧，關注度就會降低咗。我都唔明白啦，點解你要提升關注度，唔可以以少量嘅公眾評審嘅原水就得，變得嚟為主咧？所以有方法，咁有方法今日冇質素嘅時候，我哋見到原來2005年嘅叱咤，無論係評審揀嘅金牌定係觀眾決定性咧，都係揀自己玩好嘅時候，兩邊所揀嘅歌都係一樣，點解會見到觀眾冇質素咧？係啦，所以見到專業評審同樣可以選到一首原來公眾都認同嘅歌嘅時候，我都唔明白點解觀眾評審等於冇公信力。所以直接答我關注度方面，點解一定要係全部獎為以公眾評審為主，先至可以提升到關注度？唔係嘅，由翻你今日要同我哋講咗先，究竟你今日同我哋講話引領潮流，你究竟引領緊啲咩潮流？講緊原來你今日攞獎係講緊係30年前啲人幫你攞獎嘅時候，你今日引領緊啲咩潮流先？原來講緊而家專業評審同樣都能夠選，都會引起公眾有共鳴嘅歌，例如《獅子山下》呢啲嘅時候，所以你要答翻我嘅係點解專業評審唔會考慮共鳴咁樣？係啦，咁原來咧，由翻今日同你講話，原來專業評審都會選翻同公眾一樣嘅歌，咁你今日究竟專業評審你嘅好處喺邊度咧？何況今日原來佢都係要考慮一啲都係主觀意見嘅時候，咁你今日評歌好喺邊度咧？簡單主觀客觀，一啲音樂本身音樂質素先至即係歌曲嘅一個認識度啦，而且一啲曲風等等呢啲咪就專業先至可以考慮得到咯。所以講明咗啦，而家專業評審就係既考慮主觀，亦都係考慮客觀嘅時候，好過有方只係考慮主觀，我哋唔好再討論一點。所以更重要就係關注度方面，問咗你好耐，點解你要為主？有方達唔到，可見就算唔係以樂迷選出為主圖，同樣都係提升到關注度。我見到頭先有方話金牌例子，我見到原來金牌同埋即刻翻同一隊獎時，但係金牌係冇人理佢錯過咯。而見到想問有方啦。咁蘇雷嘅例子攞完獎之後都冇人理嘅時候，咁想問有方，你呢個獎頒完仲有啲咩認受性啊？想問邊個頒獎啊？金牌頒獎俾蘇雷之後，差唔多10年之後出咗4首歌，完全冇認受性嘅時候，點樣做到頒獎禮嘅點樣啊？點解冇認受性嗰方面？因為冇人知咯。而有方今日咧問係咩頒獎典禮，就因為咁專業評審攞完獎都冇人知嘅時候，你今日同我哋講話推廣小眾音樂，推廣多元化，推廣。攞完獎之後冇人知，可能因為個頒獎禮本身就已經冇人睇啊嘛，本身就已經係一個比較小型嘅頒獎禮嘛，所以你唔能夠攞一個小型嘅頒獎禮同我哋去做一啲同我哋就論證本身係專業評審嘅問題咯。所以更重要就係啦，有方係咁同我哋講話有機會有商業考慮，我方但問題就係原來講緊咧公眾評審之後同樣有機會有中票嘅情況喎，點樣可以偏我？等等先，有方啱啱咧就話因為冇人睇，點解冇人睇？就係因為原來佢今日冇公信力啊嘛，佢今日冇公信力係因為點解？因為你原來你專業評審揀出嚟嗰啲。都唔係貼近緊公眾口味嘅時候，你今日冇公信力，今日冇人睇到有分影成形狀咧，點啦？即係今日有方咧，你要
理獎甚至全英音樂獎通通專業評審，但係都好有公信力，呢點有乜反對唔到？你直接答翻我嘅問題啦，大友。好，等翻呢個嘅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而家正方上如三十五秒，而家可以自由派出議員發言。或者會黑
生操作，甚至會同音樂人利益衝突。首先，有風自由辯論嘅時候已經認唔到啦，點解你嘅樂就一定會俾人黑箱衝，唔會有作票嘅情況出現咧，更唔會有偏頗嘅情況出現咧？其次，有風好擔心啊，佢好擔心咧評判背景咧唔公開，頒獎典禮組織唔透明，呢啲通通你都可以跟有風科學下，跟台灣金曲獎評審機制對評判進行篩選。禁止同候選歌曲製作有關，或者同一唱片公司嘅音樂人擔任評判，甚至用公開評審標準嚟避免呢個透明度低嘅情況出現咯。雖然我方啱啱前場不斷舉出咗數據嘅台灣音樂工作者採訪完一班音樂人嘅時候，佢哋通通都覺得台灣金曲獎係最有認受性嘅獎項嘅時候，我方唔係有方反對有啲乜嘢咯。所以今日香港樂壇俾人話死去嘅時候咧，就係、有一班香港歌手。改善作品質素，可謂香港樂壇，而唔係好似有方你所講樂迷呢啲財雄勢大嘅唱片公司盲目咁使用一啲宣傳嘅伎倆啦、營銷嘅伎倆啦，去盲目扣咗一啲粉絲團體，塑造到我以為嘅呢啲樂迷投嘅作品咧，好似好有專業、好有質素嘅認受性。可惜啦，呢班歌手係改善咗啦，好努力咁樣捍衞嘅屬於香港嘅香港樂壇，但頒獎禮嘅評審機制咧。而音樂人背後唱片公司的財力或者佢粉絲數字嚟平衡歌手背後付出的努力，係咪真係對得住呢班歌手咧？多謝各位。
本身分手嘅老公考入都唔係一啲天王天后啦，跟住但係都可以因為呢個最愛嘅歌曲而佢進入到娛樂。其實頒獎典禮其實係為咗俾業界去知道社會而家流行啲咩，唔係單單係睇其實唔係要整到呢個頒獎典禮有幾咁專業，而係要睇到係要同時要俾業界知道而家時代流行要啲乜嘢。對於咁歌，個歌曲係創作俾樂迷去聽嘅時候，如果係講翻呢個幾十年前嘅歌嘅時候，顧浩喺度講個樂壇顧浩之後，咁呢個人係咪真係對樂壇好咧？最後位其實今日由專業評審去衡量流行音樂值嘅頒獎，就好似辯論咁樣俾評判去決定一場辯論值邊個賺翻嘅。而唔同嘅係今日會係一場無分別嘅辯論，會有邏輯、組織、結構同埋呢啲嘅評分標準。成場比賽只會係單單以評判嘅經驗同知識去判斷成場比賽嘅勝負，完全冇一個客觀嘅標準。其實睇翻社交媒體，有啲人會隨機問聽緊啲乜嘢，咁如果頒獎典禮揀咗一首唔贏合唔到，幫咗幾耐嘅歌去頒獎落嚟嘅時候，對樂壇好咧，都係話。就係在於
香港嘅嗰個人，香港樂壇嘅嗰個樂壇係點啊嘛？咁我想問嘅就係、是，即係究竟點樣樂壇嘅嗰個中心咧，係擺咗喺度啊？點解我咁講咧？譬如我自己聽歌啦，我係即係我係流行音樂派擺咗喺度嘅，咁我唔代表樂壇，即係我係聽歌嘅人。咁我係聽一啲比較即係今日大家講咗好多啲嘅即係例子啦，但係其實我又唔係好聽到譬如買啲飛行啦，即係聽到歌有好少人去死啦。咁但係呢啲其實喺而家呢個樂壇嘅年代，即係2020、2021呢個年代比較主流啦。咁但係其實有更加多更加啲嘅歌咧，其實係真係上到樂壇嘅，真係樂壇係冇人留意到呢啲歌嘅。咁而聽呢啲歌嘅人咧，其實可能都真係好少好少啦。咁所以問我覺得樂壇翻出嚟係咪能夠代表我自己心中香港嘅樂壇咧？係一定唔得嘅。咁但係我代表我係中意樂壇。所以要諗嘅地方就係究竟點解大家好似已經將香港樂壇就同樂壇擺咗喺呢個名掛鈎？有冇其他即係我擺咗喺第二個點度？就係呢個係一個想帶出嚟，大家可以諗多少嘅地方啦。咁第二個就係關於公信力啦。咁由正方開面聽完之後咧，呢兩年都有講到自己嘅論點係同公信力係有啲關係㗎啦。咁明顯你見到呢個字嘅詮釋就係放咗喺大家點樣理解公信力呢個字啦。當然，公信力放喺正方嘅嗰個意思就係、是、因為有樂壇嘅人選出嚟，所以有人咧就有公信力啦咁樣。咁而對於粵方嚟講咧，可能個公信力就係在於嗰、那個專業評審嘅專業眼光啦，又或者要評分嘅準則咁樣啦。咁所以其實去到中後場咧，大家就係我嗰個有公信啲啊，你嗰個公信啲啊咁樣。咁其實對於公信呢個字咧，大家好似又冇乜點樣討論啦，即係單純就係講某樂壇嘅某個頒獎禮，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呢個歌手就攞咗獎啦，唔公道咁樣。咁其實你咁樣講咗，其實你都即係你點樣講都會啱嘅。但係呢個例子，我想聽多少少，就係你攞呢個例子去反映呢個樂壇嘅咩現象、咩問題咁啦。咁然後咧就去到關於嗰個例子上面，大家去討論啦。有聽歌係可能台灣金鐘獎佢有啲咩問題啊？但係其實我覺得例子上面可以再深化少少，譬如台灣金鐘獎咧，佢啲佢嗰啲嗰人啦，佢其實本身可能個風格偏向比較保守嘅話咧，佢唔選到一啲比較新潮啲，譬如佢唔能夠接受到一啲即係 hiphop 啊或者其他嘅類型嘅樂曲咁啦。咁呢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即係台灣金鐘獎嘅研究嘅位啦。但係可能嗰啲政府有冇點即係講得出呢一點，就係究竟台灣金鐘獎佢個問題係咪淨係在於可能人種嘅問題啦？而佢哋喺選擇啲歌嘅時候，佢哋好多時候都會有啲即係比較保守嘅人去選擇啲歌嘅時候，啲新潮嘅歌，或者比較貼近好似流行歌，佢唔會有機會去上嗰啲難度，因為覺得呢首歌其實係值得嘅咁樣啦。咁所以其實本身佢哋嗰個主觀性，你要點樣去講清楚咧，就係啲例子咯，即係你點樣去實際去講得出呢個問題喺邊度。咁跟住然後佢跟住然後正方講翻，即係正方講到比較多就係個台灣歌手，即係廿年前佢成名，跟住佢又開始攞獎啦。咁呢個其實我覺得我就咁聽落去，我覺得其實好難去論斷啦，因為我唔知嗰陣時個背景係點樣，可能有更加多值得俾佢攞獎嘅人攞獎咁樣，所以導致可能幾廿年後或者佢出咗新歌，或者我真係完全唔知道呢個例子究竟係即係用嘅時候，冇一啲背景去解釋呢個例子，我哋就好難去令到佢明白呢個例子想講緊啲乜嘢咁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住呢場比賽嚟講咧，我覺得一正反雙方都會有一啲即係強嘅位置啦，譬如甲方佢嗰、那個。選擇嘅形式係譬如樂迷選出為主，同埋專業評審咧會分類嘅，即係專業咧啲技術嘅獎咧就可能會交俾專業評審嗰個啦。咁而關於粵方嚟講咧，就係講關於才能啦，即係譬如一個歌手，佢係有背後有大台嘅，佢係有資金嘅，佢係有資源嘅，咁所以佢自然咧就會成功名㗎啦咁樣。咁但係呢個例子大家可能用嘅時候又冇乜點即係去到中去到好後期先會聽到其他啲歌手佢係做翻音樂業嘅。加錢嘅咁樣，佢都一樣係同後台嘅，但係佢一路可以攞到好多獎咁樣。佢個例子到中後場先出啦，都係前場。我感覺上面啲例子係有單案之類，你好似冇乜點大嘅推進啦。同埋尤其關於財嗰個位咧，我想大家可以問多少少就係咧，其實今日嗰個投票嘅形式定望題咧，運動嘅形式咧，好多時候我哋鬥望題嘅多同埋少，呢個就係嗰個問題咯。因為望題選出嚟冇嗰個公信力啊，好多人都認為點解佢選嘅原因係因為好多人覺得譬如呢個肯定選啦，呢個係因為佢。班 fans 又多，投票自然會贏，所以就會有可能唔公道。咁但係又好似冇人提出過，就係關於選舉嘅形式。當一個選舉個同埋係由鬥人多嘅時候咧，就一定有個問題，就係當邊個鬥 fans 多，或者鬥邊個即係吸嗰啲 fans 多，咁就會有去到財
即係佢一定攞咗你專業嘅。咁同埋關於嗰、那個專業評審同個人選出又好咩都好啦，即係啊，因為反光就佢出一啲嘅評分嘅標準啦，即係譬如話啲曝光啊、辨識度啊咁樣啦。咁其實我覺得即係因為佢好多嘢地方都唔同啦，大家好似即係會揾佢回應到關於即係專業評審，其實佢哋都係有準則嘅咁樣呢個問題咁啊。最後我提一點咧，就係關於嗰個公面嘅環節啦。其實今日甲方問到啲問題咧，我都覺得我明你個問題想問咩嘅。你覺得呢、這個個談話獎勵冇人睇係冇意思咧咁啊？我明你個問題想問咩嘅。咁但係其實粵方和粵方咧，我覺得其實個回應你可以擺明講就冇人睇，真係冇人睇咁。但係你回方話就似乎話我唔明點解佢哋冇人睇，因為冇回應方法。係咁，我哋比較即係聽落嚟，其實人哋問你係咪冇人睇，咁意思話係咁咯。咁你唔再諗，你都唔再解釋，即係肯定唔係冇人睇咁。所以我回應方式應該是直接去回應佢話嘅問題，因為就你都冇主持到呢個位，即係呢一點咁快冇一個問題嘅，我答翻出嚟啦。咁呢個就係嗰啲少少技巧上面嘅嘢啦。即係我聽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回應嘅話咧，咁其實你都即係對你嗰個評分上面啦，少少咁樣。咁暫時咁樣先，咁我哋交俾阿陳啦。全場裏面內容已經是最豐富、精彩、用詞最精準的部分。但是大家同樣犯一個相同的錯誤，就是除了個主辯之外，副辯啦、自由辯啦、配合結辯似乎都無以為繼嘅。咁例如第一樣嘢喺論據的使用上面有少少唔係好即係會對你哋期望高啲，因為我睇過你哋之前比賽啦。今日呢場肯定唔係你哋用論據最好嘅地方啦，最簡單啦，孤證不立啦。咁我哋之前即係都嘗試想問咗 ChatGPT 啊，即係有啲咩嘅頒獎典禮係即係專業評審就有影響力嘅諸如此類，咁佢都會 ChatGPT 都會答我蘭大臘美啦、全邊音樂獎啦、MTV 音樂錄影大獎啦、全球華語咩音樂榜中榜啦、香港有叱咤啦咁樣。咁我會覺得相比之下，你哋就唔夠 ChatGPT 豐富。即係尤其是咧，當我聽嚟聽去都係格林美，甚至出現咧同一個同學講咗兩次格林美，講嚟講去都係格林美，我就覺得即係例如你哋自己後屘喺自由辯論嘅邊個位都會有講啦。喂，咁即係有啲頒獎禮佢好同唔好係有好多因素組成噶嘛。咁同樣道理，格林美佢嘅關注度高定低，或者格林美係唔係佢嘅收視率比其他人高定低？一樣可以有啲男子因素，例如對方都有提到會因為歷史悠久，大家慣咗睇啊咁樣。咁當然佢冇追落去係佢嘅問題嚟嘅。但係當你嘅論據係不斷咁樣重複嘅時候，又寫中長咧，難免就會突出咗咧，你哋嗰個推進係比較空虛咗一啲。咁調翻轉頭係咪即係甲方冇呢個問題咧？甲方都有呢個問題㗎。例如咧，粵方咧質疑你哋，喂，你點可以攞 cash 長期去強調 cash 呢個例子？喂 ，Sola 四首歌，其實 Sola 都要聽㗎。我個人覺得，但都冇辦法，你都講得啱嘅，佢係冇發展嘅。咁係咪代表嘅 cash 捧佢唔起咧？係嘅，從呢個角度睇。但係唔係呢個單一嘅原因就可以怪 cash？ 即係你嘅前提假設就係一個頒獎禮啊，嗰啲得獎者攞完之後，佢唔大紅，呢個頒獎禮就冇用㗎啦。呢個頒獎禮就係唔值得㗎啦。咁但係一個樂隊或者一個歌手佢紅唔紅，你嘅男子因素㗎嘛。咁所以我會覺得雙方今日咧，第一論據咧都係嚟去去都係嗰啲啦。另外咧，嗰個嘅論證推論嘅手法咧，全部都好直線思維嘅。咁所以我會覺得有啲可惜嘅。咁其次咧，喺表達上面咧，就要提一提咧，甲方嘅同學咧，你哋今日有兩個明顯嘅表達嘅特質。第一個咧就係你哋幾乎係主打用反問嘅方式當自己嘅推論。翻嚟聽翻你就會發現你哋嘅負面咧，你哋解釋你哋意思嘅方式咧，就並唔係真係傳統地用唔同嘅論述嘅方式，例如比喻啊，例如加多啲論據啊，例如做啲試想像啊，諸如此類，你哋不停咁樣反問人哋，係透過反問嘅方法去推進自己嘅論點，咁就會有一個缺失係乜咧？就係我聽唔到論述裡面一
攞嚟質疑以外一啲建設性嘅聲音，我成日聽到你不斷質疑啫。咁呢一樣嘢未必係咁理想。另外咧就係、是、你哋喺中場咧嘗試用好多數字或者好多頒獎禮嘅呢一樣嘢咧就有啲難搞嘅地方就係、是、有時表達起上嚟咧會唔容易清晰嘅，即係舉一堆數字咧，舉一堆名咧，我都未消化咧，其實都好快嘅，我想講。但係我都真係消化完咧，個腦 CPU 要轉一轉，咁變成咧喺消化你哋嗰個內容嘅時候咧冇咁清晰。咁相反，我覺得乜傳粵方喺呢方面咧係有佢哋嗰個傳統嘅即係優勢喺度，就係佢哋啲 tagline 嘅清楚，講嘢嘅清楚。咁所以表達上面咧，我會覺得我自己個票咧，我覺得粵方係比較理想嘅。咁但係翻轉頭去翻條 line， 頭先我話覺得兩邊條 line 都唔錯啦，但係好啦，翻轉頭睇到即係你哋甩咗啲乜嘢嘢 line 咧？甲方咧兩邊大家高參與度就可以助樂壇發展。聽完嘅時候我好開心嘅，但我唔知我冇聽過參與度點樣推動樂壇發展。參與度因為佢好多參與，所以佢好多關注數。佢距離可以行到去推動樂壇發展，首先唔講你推動樂壇發展嘅發展嘅內涵係乜嘢啦？係好多人買唱片，廣告商好活躍，fans 超級多，好多人會包咗個電車站，跟住令到電車公司賣曬廣告，佢生意好定乜嘢？我完全聽唔到個發展嘅內容，咁變咗我開咗一個好嘅位，但我聽唔到內容。跟住第二個開工信嚟，就好似頭先評判所講咧，係泥沼嚟嘅，所以好明顯，就算你 follow 到咧。你都唔代表你會贏嘅喎。其實乜嘢係組成公信力？除咗講 definition 之外，另一個參考嘅講法就係公信力係由乜嘢條件組成嘅咧？咁可能大家雙方面都要諗。如果你真係想大家跳呢個泥沼嘅話咧，你就要搞翻清楚公信力嘅組成、公信力嘅條件包括乜嘢？例如係唔係包括公眾觀感咧？咁如果係觀感係嚟自乜嘢咧？咁呢啲你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傾公出嚟嘅話，我覺得你要走入去拆啦。但係當然喺嗰個辯論嘅策略上面，咁樣跳落去泥沼兩邊一齊打係唔係明智咧？咁就即係見仁見智，睇你點打。另外咧就係、是、開面有一條問題，最尾咧就係、是、問咗你覺唔覺得公眾價值應該大過藝術價值啊嘛？咁我成日都覺得咧，放得落去主辯最後一條票應該係你嘅殺場，其實兩邊都應該係。咁即係咧，係你覺得你嘅贏位就應該狂追落去㗎嘛，但係消失咗係咪啊？即係冇人再 follow。咁我覺得有啲可惜咯。調翻轉頭咧，粵方都係一樣嘅。你哋一開波講清楚嘅咧，就係、是、要多元化。如果唔係嘅話咧，隻樂迷就唔夠多元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一邊係多元，一邊係單一啦。但係認真問下你哋全場有冇嘢咧，佢哋清楚點樣多元咗咧？你哋有數到佢哋單一少少嘅，但係究竟嗰個多？乜嘢多元？口味多元，背景多元，音種多元，咁同埋多元嚟做乜咧？即係你呢個班長係想去多元，多元係一個現象嚟啫。但係到最尾推進啲啦，咁你多元係有咩好處咧？咁多元都可以代表冇代表性噶嘛？其實事實上，咁你點樣樣去拆解呢樣嘢咧？咁我會覺得即係例如上一場有上一場嘅粵方，佢有提嗰樣嘢，我而家都有印象咧，就係、是、當你。係呢個嘅樂迷為主啦，咁於是點啊？咁啲歌星咧就會好容易係由一個公司資源多啲嗰啲跑出，因為當成個理念站個個都係佢哋啲成員嚇、啊，無論你係由佢開銀行到去買炸雞都係見到佢哋咁，當然係容易啲炒高人氣啦。嗱，呢啲比較實際嘅例子我冇睇今日嘅粵方，你哋係諗邊啲好理論嘅陳述？好啦，所以我覺得呢個方係甩咗嘅，其實去到第二啦，你哋話點樣？find 優質音樂，其實就係呢個係你哋嘅講法啊嘛，都可以確保佢個質素好啲。但係你哋冇提出專業評審同優質音樂之間嘅必然關係，又係甩咗。所以其實你個方向都自己要諗。咁最後我想講嘅咧就係、是、兩邊嘅結辯今日都唔係好似做到結辯嘅角色。最簡單，我冇辦法從兩邊嘅結辯裏面咧，係歸納到你哋條 line 係乜嘢。我要翻轉頭結翻，所以頭先我係好慢咗個評分，因為主線設計咧，我要由頭再睇翻我自己啲 notes。咁作為一個結辯之餘，就做唔到一個歸納嘅功能啦。另外，我都想講就係整體全場嚟講咧，我有一個分數俾得相當低嘅，就係、是、組織結構分。今日大家翻嚟可以睇翻清楚咧，嚴格嚟講，每個同學咧都係即係。心想講就講嘅，就唔係好睇得出咧，
嘅 priority 點樣排啊？呢啲就兩邊都睇唔到，所以呢個分數都係低咗。呢、這個就係我嘅看法。啊，我都拉隊係有一個位咧，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 bug 嚟嘅。對於你哋嚟講，你哋嘅你明白係咩？甲方係追得唔清楚嘅，佢個後邊又追，但係冇覺得呢個係殺進去。你哋話嗰個專業評審嘅標準係共鳴同埋辨識度同埋曲風等等等等，的而且確計共鳴咧係冇理由幾百萬人嘅共鳴係好過幾十人嘅共鳴。簡單嚟講，你憑咩代表我咧？即係如果你咁分佢，你憑咩代表我啊？你係專業就代表我嘅心聲嘅咩？你唔失戀，我失戀，我聽失戀歌覺得啲手指係啲唔得㗎，係啊。咁即係所以我會覺得共鳴呢個位咧，似乎應該係甲方嘅位。其次辨識度，我諗冇理由冇得過粉絲。粉絲才真正了解他們那個他們那個偶像他們自己心儀的人和人家的辨識度在哪裡。當然你可以argue不是我辨識度不是一樣，有辨識度音樂各方面，但是沒有演繹度嘛。所以我會覺得這個是未必完全，即如果真的要找你的主持裡面有一個位配個位，我覺得都可以啊，即都可以有得打我是有道理，但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位，而你們是有觸著但沒有推進得咗咯，好嘅，唔好意思，講多啲。咁咧就我想先講甲方先啦。咁咧就其實甲方嗰個嘅主事咧，我覺得係寫得唔錯嘅。咁尤其是你想咧將佢定位成為乜嘢咧？你想定位成為一個流行發展，我唔需要好嚴肅噶，我只係需要娛樂就得啦。其實呢個位係。是相當不錯，不過是主面講出呢個位置之後咧，我又唔係好覺得咧，人哋係呢個好重要嘅重點。點解會咁講呢？因為你嘅定位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你可能可以解決咗啲問題，或者你啲問題已經變成唔係一啲好重要的問題，例如質素高與低咧，可能已經唔係好重要。原因因為你覺得係娛樂，所以好嚴肅，流行到就得啦。咁點解要咁強調質素嘅高與低呢？就算我退一步嚟講啊，即係因為咧，你哋後來回應咧，我覺得即係減翻咗少少，我唔知信唔信你自己做主持啦。即係我覺得聽落咧有少少，好似又想講我嘅例如你話去到預備嘅時候，時都會講話係咪工作咧都選出啲有質素嘅咁樣嚇。即係有時咧，如果你咁講咧，我又咁諗，即係咁樣安排佢選一首歌，佢基於乜嘢咧？如果佢哋基於我一個專業評審去選嘅話，其實某程度佢都係屬於專業評審嘅，即係我可以先講樂迷，咁呢個就同樂迷嘅特質本身有啲關係。咁當然我又覺得樂迷嘅質素咧，如果樂迷嘅主線設計咧，其實已經唔係好重要，亦都有可能出現嘅情況。有時樂迷覺得呢首歌好聽，因為有主觀嘅感受；可能有啲樂迷覺得佢真係唱得好喎，嗰種音質好喎。亦都有樂迷可能覺得呢首歌咧帶佢嗰種乜嘢嘅共鳴都未定，但已經唔係好重要。因為你嘅講法應該係流行係大眾，咁就可以。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你嘅設計上係可以嘅，只不過咧你又似乎唔係好好繼續落去走呢一個方向咁樣噶。咁呢個係對於甲方嘅感覺啊。對乙方嘅話，乙方咧，我覺得咧呢個點講啊？第一樣嘢，我覺得咧有啲即係電位上面咧回應咧，有時咧。我覺得唔係回應緊咧，佢已經轉咗一種講法，而係做回應翻轉咗講法之前嗰樣嘅。我覺得有少少現象，我舉啲例子嚇，譬如當咧即係甲方講佢話咧，其實嗰啲平台好難比較嘅，等等等等。咁但係到乙方時候咧，佢哋開始回應呢嚿嘢咧，仍然講唔係回應一個平台難唔難比較，仍然講翻就係隔行你將係咩嚟嘅咁樣。又例如啦，一啲例子。譬如咧，當甲方話咧，嗰啲評審咧，即係有時係財團支持嘅喎咁。咁但係咧，當乙方咧第一次聽到呢樣嘢嘅時候，嗰、那個回應就係乜嘢咧？仍係講緊個評審係點樣組成嘅。又例如，當甲方嘅時候咧，佢講下嘅話咧，其實咧呢啲係我最喜愛嘅人氣獎等等。咁咧就乙方嘅回應第一次咧，都唔係講緊咧，即係專業評審咧，佢都覺得其實亦都講翻我最喜愛。我意思即係話啲嘢咧，即係話當佢有啲講法，其實已經轉變或者解釋咗你哋提出嘅質疑嘅時候，咁如果翻到前啲回應咧，就係再講翻之前未講，即係未回應之前嗰嚿嘢，
咁變相咧，好似會嘥咗少少時間，因為我後來再執翻，你其實都開始都回應翻。咁我覺得呢個位其實可以即係直接啲。咁呢個係第一樣。第二啊，第二咧就我都遠方嚟睇咧，就係其實專業評審裏面應該有啲咩元素入邊咧？咁啊，點解咧嚇？咁咧就因為去到後來嘅時候咧，就會講下佢有主觀啦，誒其實有客觀嘅喎咁樣嚇。咁總之我兩都有，你值得一樣，咁我冇個零咯咁樣。即係究竟其實專業評審裏面係啲乜嘢咧？咁其實主編有講嘅，咁頭先同佢提啦，即係共鳴誒共鳴感啊，個嗰個嗰情況我就唔多提，即係唔再重複嚇。咁點解我想講呢個問題咧？就係、是、咁究竟專業評審咧，你睇評審其實係一個人啦、一班人啦、一個團體嚟嘅咧。其實呢個諗法咧係可以解決好多問題嘅。即係專業評審咧，即係佢所反映出嚟嘅質素係在於乜嘢咧？因為可能係一個人嗰一班人，而嗰班人咧可以嚟自唔同背景。可能音樂成長背景，或者經驗嘅背景，而咁樣做出嚟嘅效果咧，其實咧就未必係即係單純話得幾個人去決定一班人嘅嘢，而因為你係一團人或者一羣人，而本身可能咧作曲有價值嘅，都係源自嘅。就算作曲之中咧，你都可能係學院派，你都可能歌手嘅經驗嘅實際創作經驗，即係佢都有好多唔同嘅人組成都可以嚟嘅。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嗰、那個反映出嚟嘅嘢。是不是完全同即是那個社會完全無關呢咁樣嚇？因為你的組成本身嚟自呢批人啊，咁所以呢個專業評審嗰個準則係點咧咁？咁呢個咧係第二樣。第三樣嘢咧就係對粵方咧，其實即係會諗一個問題係，其實樂評嘅參與權喺邊度咧？因為按住粵方所講咧，其實樂評嘅質素比較即係爭啲啦嚇，就誒都冇乜，好似冇乜價值，即係喺樂壇上面。咁我自然就咁嗰個參與嘅意義係邊個咧？個意義係咪就係純粹就係投嗰幾個我最俾個我受歡迎，就係佢哋安排喺呢個頒獎嘅即係樂壇嘅存在意義，就係投喺啲我最受喜愛、我最喜愛歌曲啊嗰度就存在啦。咁其餘啲其實就冇乜意義、冇乜價值嘅咧。咁呢個我係即係值得諗清楚，樂壇嘅定位喺呢個頒獎禮上面定位係去到咩地步位置咧咁樣啊？其實呢個問題即係等同咩咧？其實專業評審同樂評之間嘅關係，而家好容易將佢對立咗啊嘛！即係點解一咁咧？一咁變成設計都諗住對立㗎啦。如果要係人兩方嘅，但兩者之間贏咗嘅話，其實同我冇咗同咗方有咩分別咧？即係同唯一有咩分別咧？其實即係某程度嚟講，嗰唯一係我係選同唯一專業評審選嚟到選出，其實係可能冇乜分別喎。按繼續咁發展落去時候。咁都嚟定個方向就係嗰幾個獎咯，就係咁。咁啊，你係咪呢條線係即係純粹為咗幾個獎咯？咁其實係分唔到即係高低嘅喎，可以嚟，因為大家都納入嗰只嗰幾獎就係咁，嗰幾獎就係咁。咁呢個牽涉兩隻關係。咁我分享就係呢度，唔該曬。